啊，呢個係 C 一户型，51平方。咁入嚟咧就餐廳、客廳，呢、這個就會大氣好多，比剛剛嗰個多20平方。咁呢個就洗手間，嗰、個洗手盆座次整好曬。咁呢個咧沖涼係喺二樓嘅。咁櫥櫃整好曬，家攞標準。客廳呢、這個就會比較闊落啦。咁上嚟樓梯上嚟嘅話，係三房嘅。咁咧呢間係最大嘅主人房啦，有飄窗啦。呢、這個位置有玻璃透翻光落去啦。咁呢度咧係第二間房，呢、這個位咧我哋用咗嗰個飄台嘅位置做咗個榻榻米。咁跟住過嚟係第三間房，呢、這個房比較特別嘅，呢、這個咧係走廊位，因為個面積大咗，走廊位嘅贈送空間都大咗。呢、這個户型咧都係最搶手嘅一個户型嚟㗎啦。咁再嚟睇翻二樓嘅洗手間先，洗手盆、座廁、花灑，成套都係科勒嘅。咁出翻嚟就係樓梯。